对强。咱们来看一下陶迪京啊，号称宇宙最强陶迪京的大口对战日本的关西大魔王塔菲亚。塔菲亚还是用选择了表情来对战大口。大口下盘偷了，直接清水摆直接下放两段，没有抓起来。但是关西大魔王起身抓一个飞头，捏爆怎么没有出来？怎么办？哇，有一点。关西大魔王现在是。看一下草踢荒摇两次，哇靠，他这个下金脚挖得太好了吧，哇这个都没有打到，关西大魔王还是哇还没复合，刚才前踢之后哇有点不太妙，大口草踢还是怎么什么都没有，许雷上了一个略是的，摩尼嘎摩尼嘎怎么着，哇最后有机会压住吗，你应该用这个前脚要听的压力降踢出来，带走可惜没有资源，没有资源，关系到毛的其他这还有不到一百血了，小草继续牛前冲一个 ES 的切羊亚刀不好打，小草小草我估计第一时间嘿好了踢出来，现在荒咬打完之后对面的血量非常消耗到了四百血，你看这个牙刀收招判定非常快啊，大口小草再次堵一下荒咬，但是没打到草地，有点小草被对方又开始力回了，哎回去，哇这牙刀真蒸笼 ES 版，那现在 ES 蒸笼打完最后对方血量还是比他多啊，换血了，哇这这个88式直接取消荒咬，那现在清出来一次赢了，直接蒸笼确认，这把如果说关系输的话，那么双方还有 S 局。神龙准。好，对上武器克隆，武器克隆那就是一个绝对是一个恐怖的存在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哎呦，大口又打一个一超单，我觉得够呛了。啊！但是武器克隆可以直接反三的。哇，前前你看到没有？大口没有血了，最后一次血没有防不住了，对方磨了他的一个起身。哦，一升龙，两升龙，再带一个一气超炸，打完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口库拉血量已经不到半血了。哇，克隆拼到一颗气了，气势来了，一直冲啊！两次元，好地方有点慌啊，真的有点慌啊，跳是跳不过的，而且还不省气，真的没办法，克隆压进来，哇靠，这还中，先挖沟，关系的赛点，哎呀，可惜，大口抢到牵手机会，一加二吗？不开枪，这边的话，哇，投机没有，投机偏到一次，回身，对了吗？就是个规则，就是个样子，两剑带走嘛，还有一次血，对方赌大口，怕对方起身赌圣龙的，没看住，哇靠，啊，真的不好说，谁能赢啊？现在日本人还有一颗气，哎呀，漂亮，哎呦，哎。大口刚才没想到自己清泉点到了，八十八式取消一个荒药毒药。哇，这个格挡真的漂亮。其他是最强的是在于他这个超强腿脚判定，而且他这个升龙的判定是带有这种霸体判定的，先格挡再反击啊，尤其是起身状态相当好使。大长腿，大长手。在这中近距离的这种力回不会战中是非常占优势的，小草就差了点了，你看没有，站 CD 偷袭多长时间，脚真的长哎，你看那个真气就不行了啊，表气好的，荒野打对空，那现在大口这边刚才是复合了一下，现在对方 AB 回避重新拉开距离，还是要力回大口的草地，草地发进攻，一个八十二是对方赢的刺猬，好的 ES 的毒友发友队友，那现在进板边 CD 压制投下盘，红斧羊带黄友，哎呦我去，差一点怎么办，其他这被下重拳，一个下重拳被牙刀跳牙，被大口直跳重腿给他贴下来了，拍到一块去了，都想到对方要起跳，那现在果然牙刀要带走大口了吗，一气吗，接一气了，哎呦，干掉了大头，咱们觉得红中哥还可以的话，可以给红中哥点点赞，好吧，点点关注，点击关注不迷路， EX 升龙也有霸体吗，有啊，好
好了，一个飞头之后，对方起身，这个升龙真快。哇，连踹四脚。继续立回，苦拉却反，一个能量斩兵却反他，夏青得带着走的，带超杀了。有没有机会看到克隆对克隆呢？大口现在不敢跳了，加油！大口跳 C， 对方抢头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就看谁的心理状态更稳定。好，机会，大口带走。Nice， 记得关注再走哦。